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。来哟，进来听广告，大家对我来哟，做伙来合夫咯，精彩故事哦，阿贤哥公告。公厝佛教的真理，公厝佛教的故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非常欢迎啊，再一次来观赏到阿贤哥公告啊这个节目。在这个节目里底呢，有真侪佛教的故事要甲各位观众朋友来分享。那么在这个家，咱拢知影，佛教伊本身呢，伊就是一个地位的宗教。那么在这个佛教佛法呢，伊会当靠着足侪种的方式来甲伊弘扬。讲故事嘛是其中一种方式。自从学佛了的时阵呢，咱拢常常听到一句话：哎呦，福慧双修哦，福慧双修。有人捌安尼个问我，孙兄。啊！你讲福慧双修到底是福爱双修，还是慧爱双修？啊，我拢会讲，这个福慧呢，伊是爱同修，无法度分出着讲，对一项是生，对一项是修啦。但是你若是问我讲，福慧双门呢，对一个门爱成立，这个时阵，我就会当作肯定，甲恁报告。福门爱成立，慧门爱动修啦。为什么呢？福伊这个物件呢，伊就是有法度来感召着作者缘。咱有这个福的时阵呢，伊自然感召。比如讲，我即马要来参加上经，你若有迄个福报的时阵呢，马上就讲，哎，某某师姐，啊，对一个道场吼。啊，要来上什么经？啊，要拜什么禅？咱做回来，做回来，这就是福报。那如果咱的福报较无固上，明明时间拢排好啊，当咱要出门的时阵，哎呀，障碍已经来了。所以伫这个家呢，咱足单纯，咱敢买一个讲啊，要来参加着法会呢，这嘛爱有福报呢。所以讲伫这个家有福无福。啊，是有福无福，伊的因果是无同哦。这个佛经内底有讲，如果那是有福无福啊，就亲像呢，这个一只大象呢，披阴裸，甲装甲水当当，好足看足庄严。但是伊就是大象。那么诸葛来讲，安尼哦，安尼我赶紧来修，修佛者，修智慧。那么伫即个家呢，未去即讲，当时嘛是爱甲众生结善缘，未去即讲，当时嘛是爱来修福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佛法甲咱开始，你有可能就亲像罗汉，这个吐蕃哈，吐着空钵啦。罗汉伊本身是了生脱死，照讲伊个神通广大，较有可能讲出去吐无一顿饭通食咧。所以伫即个家呢，咱拢知影，这是无同款的因果哦。福报伊即个物件，伊感召一切的心量的助缘。你起心动念要做啥物事，你个福报若有够，伊就开始去找迄个缘哦。我去想到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啊，曾经有一个农夫呢，因这个厝边都有一块地，迄块地呢是荒废的一块地，无人的一块地。这个农夫伊就去想到讲，嗨，这块地拢无人伫使用做无菜，啊无吼，我来改整理你的啦。来给他整理你的，安尼将来我就有一块农地，通好来做事，来种田。那么伫这个时阵，
迄、那个农夫，伊就拿一个这个牛犁呢，就来去冰土。这个农夫真正实在有骨力，伊伫杀这个牛犁的时阵，这块土呢，变开的时阵转转石头，这个农夫伊就足骨力的捡石头，大粒细粒拢甲捡捡起来。捡久的时阵，这块地呢，渐渐石头就无去啊。这个农夫继续搁用牛犁呢，这个犁来冰土。结果牛犁呢，一直拖，到尾哭一个一声，哦，这是你弄到什么货？快遮大声！这个时阵，这个农夫就停落来，因为先阿讲，伊嘛无法度去杀过啊。讲来冰土冰五鬼，看是到底什么物件才甲冻掉的，声音阁遮大声。结果一看的时阵，内底一粒石头，足大粒的，有够大粒。完全白色的，有够水水当当。农夫伊这个也真心笑，伊无去想讲，这块石头白石头，是毋是这么水的石头，是安那开始去沉淡这的土，是毋是伊有历史来源呢？伊无去想这個。农夫的想法就是讲，今仔这粒石头这大粒，伊来沉淡我的园地内底，我无法度种植。刚这块种石头，我着若要布置，我着减种几啊水呢。所以讲，伊着起一个动念，安尼我一个墓袂惊。我倒来砖头招人来盗墓，把这个石头呢，甲搬好走。伊这个念头虽出来了的时阵呢，足奇怪，唔知为对来有一个阿伯啊，有一个老人，伊着出现，喙手长长，头毛白白。这个老人呢，伊就来到这个农夫的身躯边讲：“咱请问一下吼，你这个你是安那快要把这粒石头刷走呢？”农夫讲：“这粒石头无刷走，我歹种植啊。”哦，是安尼哦，这个、阿伯啊讲：“我搁借问一下吼，你即马整理这块地？”你一年探天的修行是会当探偌济呢？这个农夫讲，我无种嘛，唔知影偌济。你着知影做事本来就是无好探，迄是来做一个姨娘的尔。哇，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老人讲，咱看参详一下啊。你即、這个，我付你500块，付500两的白银哦，500两的白银，干一个条件，这粒石头你卖个敲叮当。这个时阵，这个农夫就讲：“你这个人有够奇怪呢？为什么你开始关心这粒石头？我要甲刷走呢？”这个时阵，那个阿伯啊，那个喙手白白，那个老人，身躯呢，伫原地蹲一日。等一年了的时阵呢，哇，不得了的代志！伊变作一个高强大汉，生作非常庄严的，迄、那个貌相虽看到那像个天人啦。伊规身躯的服装呢，变作五光十色的，目睭虽看到，知影讲这是天衣啊。迄、那个天人，伊就甲这个农夫讲。讲这个，我是脱离天落来。过去呢，我伫人间的时阵，我就是住伫这块地的隔壁。那么伫迄个时阵呢，有一个老人，伊走来阮家，伫找我，我参详，伊讲。伊要当这块地起一间寺啦，我全部的建材拢收集好啊，就是欠一粒石头。我看恁家头前迄粒石头吼，阁真下用，是毋是？你这粒石头会当来布施，来起一间庙？伫当时的我，
迄、那个天人伊就讲，我虽然唔是佛教徒，但是呢，我知影讲，人也有需要，咱物件互伊袂要紧，更何况这粒石头是阮祖先留落来，啊，我嘛无路用，底下洗衫做拖帮用尔。所以伫这个家呢，迄、那个人就把迄粒石头奉献出来，来起庙。各位，人讲功德大小，爱看心事点呐。今仔日迄个人，伊布施这粒石头，你敢知影？到尾迄粒石头用伫底？迄粒石头就是大雄宝殿的大门的条啊头下底迄粒基础。好，自从大雄宝殿起好了，即个家真闹热，足济人来遮做客，来遮上经拜忏。每一场法会都足济人来即个遮共修。迄、那个天人家己讲哦，我嘛感觉足莫名其妙。自从迄间庙起好了的时阵哦，阮兜足自然煞变足好过，生活拢富裕无问题，上不可思议的啦。当我誓言已尽呢，下步往生的时阵，我一个无修行的人，竟然呢讲升托离天，升托离天，因为驾护这粒石头，予人起庙，迄粒石头阁做大雄宝殿的条啊头下底迄粒基础。今仔日代志过较久啊，雄雄我大迄个七宝所做的宫殿的煞地动啦，好准一个真大力。我想讲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得用天眼来甲看，竟然就是看到你伫遐伫内残，你弄到石头，你弄到就弄到，不要紧。你最主要就是发一个念头，发一个心讲，要叫人来甲这粒石头甲刷叮当，来甲刷走。好，我未看一安尼。我赶紧为托你天天落来，甲你参详，是毋是你会当这粒石头卖煞啦？因为我全部升天的福报，我这个这福报全部拢是因为驾护这粒石头才所得应的，敢会当拜托你卖煞？这个农夫呢，听到这个天人来甲伊讲这个历史的过程，农夫伊本身。讲哎呦，罪过罪过！我险险为着要加种几丛啊稻穗，倒来来迄、那个损着咱一个天人的福报哦。好，我拢唔知影讲这块地原来就是福田哦。安尼我知，我知，安尼我甲你保证，这块地我袂开垦啊，哦，我嘛袂耍石头。好，天人听了该感谢，感谢了的时阵，伊就上天庭。各位，这个农夫，迄暝回去了，伊一直想一件代志。迄、那个天人，因为布施一粒石头，伊的福报大家会当升托离天。原来布施的功德这么大，安尼我即马知影，我嘛要来种福田啦。哎，种福田，种福田，伊是要用什么方法种福田？这个农夫伊嘛真有智慧，伊就为隔天开始，伊拄到人就讲这个故事，拄到人就讲这个故事，大家深信了的时阵，共同发一个心，咱搁踮原来这块福田呢，来起一间佛塔。各位，佛塔在如同佛陀在呢，所以伫这个家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农夫呢，伊嘛是做一份功德。伊来成就一间道场的建设，成立的祖恩，所以为这个只佛教的故事内底，互人去体会，体会什么呢？咱人真正爱把握机会，为家己来修福报，来种福田，这是对咱实际上不管生活还是修道呢，有足大的帮助。那么伫这个只加修福。
咱嘛爱收费呢？这个收费嘛介重要呢？修福是予咱有能量，修慧是予咱有方向，予咱清清楚楚，咱这条路为什么要行？行是要行去对去呢？予我去想到另外一个故事。在印度多摩罗国，伊是一个足小的国家。伊这个国家虽然足小，但是佛法足旺，老百姓呢？几乎是人人合佛啦。那么在多摩罗国伊这个所在，有一间这个首都的边啊呢，有一间精舍。这个精舍带500个 BQ， 500个出家人带伫迄间精舍。那么，唔是每一个出家人，大家人拢智慧如海呢。在这500个 BQ 里底，其中有一个老 BQ， 伊都唔知道是到底什么因缘，伊足认真打拼，逐天都伫遐学经、读佛法、听佛法，但是呢，随听随袂记一个，看到如是妄闻，佮看到一时佛在后壁，真正的如是妄闻都袂记一个啊！伊遐499位。同参道友想尽办法要来帮助这个老 BQ 加学寡经、听寡法，但是身家都嫁袂下。哇！在这个时阵，有一天，国王呢寄一副寄一个帖子来，讲要邀请咱这间精舍500个 BQ 去应供啦，国王要供养啦。哦，听到这个消息了，那个老 BQ 煞起紧张啦。为什么去紧张？啊，我这个人蹲蹲蹲，啊，我若是去应供的时阵，万一国王若要叫我讲佛法，啊，我阁未晓讲，是毋是足闹亏，嘛，互咱精舍足无面子呢？想想我卖去，但是呢，阁想想卖去嘛唔对，国王清清楚楚伫贴啊文的底下讲要。邀请500位 BQ 应供，我若卖去存499位，阁未够代志。哇！这个时阵要安那？这个老 BQ 就想着一点：进也无步，啊，退也无路，啊，归去我来死死的，好啦。我若死死的吼，我当面当只操心。伊真正去夹一条，摕一条绳啊呢？暗时去后花园，准备要吊刀。当那条绳啊破过树歪的时阵呢，树啊后边呢有一个人出声，伊讲：“老 BQ， 你是在创什么会？你是在做什么代志？”这个老 BQ 都吼出来，伊讲：“啊，我都要死。”后边那个声音讲：“啊，你为什么要死？”因为我就足蹲啦，我学无经，学无法。即马国王要来邀请讲要爱阮去应供，啊，我即个时阵拢无半句佛法，那是国王要叫我讲话，我未晓讲足闹开，我故气死死的，我有够憨蛮的呢。即个时阵讲话迄个人出现，原来是虾米人？原来是佛陀。佛陀出来的时阵，伊就甲开始讲，伊讲老 BQ， 我甲你讲，你唔是戆卡呗，你是精细人想巧卡呗。各位听好哦，你即卖憨蛮唔是戆甲造成的啦，是你精细人想过聪明甲造成你即卖遮憨蛮。老 BQ 听到灰沙沙，为什么我精细人足聪明会造成着即世人遮憨蛮？佛陀继续开始，佛陀甲老比丘讲，伊讲你精世人的时阵，你嘛是一间精舍的主持啊，内底拢总500个比丘啊，你是一个三宗的沙门呢，三宗法师就是经精通、经律论的法师呢。
你的智慧如海呢，佛法呢精通呢，但是你的个性很歹。你的个性是安怎歹？当你遐499位的徒弟啊，甲你请示佛法，你拢无要讲。你明明知影的佛法，你拢无要讲。一天也唔讲，两天也唔讲，一冬也唔讲，一世人拢唔讲佛法互听，你拢捌咯。到尾啊时阵，你完结，你往生去啊。你留499位遮的 BQ 呢，大家作伤心，因为大家人对你出家啊，一世人用伊的性命要来学佛啊，结果你无留半句佛法吼，即个只499位，你只会堕地啊。所以当你完结了的时阵，因个个大家拢掉头自杀。所以你即马现主持呢，你只的师兄弟，就是当初拢厉害堕地啊。这个因果加一项，就是大家拢做比你较高，你上含班，你逐天痛苦，你逐天因为含班伫遐折磨你家己。讲到这的时阵，佛陀开始到这不得了，迄、那个老比丘智慧门都开开，迄、那个障碍门都消失，伊马上去想到过去世伊对佛法的精通。当时证到阿罗汉果，哇，佛陀啊，慈悲，伊就甲老比丘讲，伊讲老比丘，你即马等于衫裤换换的，会当去应供啊。吼，迄、那个老比丘，伊安尼，迄、那个感觉真正是有够感恩佛陀，会当甲伊真正是百丈万门开，互伊。地回门我开开，老米丘等于衫裤顶换一身大衣，然后就去到王宫。佛陀在伊要出发，佫有交代一句哦：你这边去的时阵，第一你要坐上座，第二你要讲法，和国王会当改掉伊的坏习惯，和国王会当亲信因果，亲信三宝。那么在这个时阵，当老比丘来到王宫的时阵，伊自然就爬去你台下顶，就为上座就甲坐咧。台下卡499位的比丘，看一个惊一条，想要甲救个救袂赴。这个时阵，国王就开嘴讲话，感谢各位比丘会当接慈悲来接受到我的供养，这是我的光荣。国王虽讲了，老比丘虽接袂讲，哎呀，这个大王吼，你真正是英明，今仔日全部财政的功德呢，爱予咱大王呢，吼回向予大王，回向予国家。伫这个时阵，老比丘开始一直讲法，讲法，讲法，讲法。第一卡499位的比丘，本来为本来，足惊迄个老比丘去遐乱场。到尾听，唔是呢，正法正法正法，听到尾啊，499位的比丘，大家拢证到阿罗汉果，圆满过去世那段姻缘。小故事大启示，为这两个故事，就是甲咱讲，一个行菩萨道的人，一定要福慧双修，来圆满咱一切修道的功德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咱的故事，咱只做一个阶段性的圆满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同时嘛，希望咱的亲戚朋友会当伫后礼拜继续来观赏，听咱这个佛教的故事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
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2022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，课程期间3月7日至6月27日，每周一晚上7点至8点半，报名对象限佛教僧众，每堂限60名，费用由学会供养。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额满为止。报名方式：网络报名 www.absle.org/TRAINING。课程内容详见官网，洽询电话02-2747-8687，02-2747-8687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。身着身服，调伏自心，成就佛心。佛在涅槃经中说，居家破宅犹如牢狱，一切烦恼因之而生。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取得一个宁静修行的机会，桃园佛教联社2022第六届短期出家，日期111年6月6日星期一至6月12日星期日，礼请上明下矮大和尚为德界和尚，上义下音大和尚为结魔和尚，上悟下禅大和尚为教授和尚。报名资格具正进正现之三宝弟子，愿意发心学习僧团生活，身心健全者，报名须知提供食宿、讲义、僧服。传戒地点桃园佛教联社。报名资料经审核后，统一寄发报到通知单，请勿重复报名。报名方式，请以郑凯书写报名表后寄送或传真至桃园佛教联社报名。报名表内请确实书写联络电话、联络时间，避免无法联络，延误报名作业。邮件报名 email tybl.tybl@gmail.com。 报名表请至宝称弘法电视台桃园佛教联社台北龙吟寺网站下载，电话03-339-7021-3，传真03-339-7020，地址桃园市桃园区朝阳街12号。大智度论云：孔雀虽有色远身，不如鸿雁能远飞；白衣虽有富贵力，不如出家功德胜。欢迎踊跃报名参加。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。大家好，今天是菩提大灯论的第五堂课。上堂课呢，我们了解了前弘起的一桩大事——顿渐之争，然后又讲到了朗达玛灭法，再后来呢，说到朗达玛的两。